们。好像很厉害耶。詹姆斯庞德。好可爱哦。詹姆斯庞德。对啊。小庞。小庞，小庞十六。所以突然有点哀伤，不是紫色就是橘色。所以我买橘色，那下面就橘啦。看，三个四枚，五枚，五枚先，五枚先。咪，哦，咖啡色哎，四枚，四枚，我只能选橘色，去掉两枚了。对，要有赢才算分哦，这样买的都扣光了。对啊，所以轮没有赢。抽抽抽抽。我输了。哦，两个都是一。看哪个扣比较多，是不是？我在看哪个有机会。没有，两个都在下面。没有啊，但你要看这边啊，那边有一个分数很高的啊。问题是没有人有橘色啊，你买紫色搞不好。紫色啊。紫色你就要拼这个啊。紫色拼一下。我剩两枚，好，第二两枚，三枚，三枚先。刚用掉，这个是剩四，还没啦，我们这个要进交嘞。哦，第二轮，对，不是第二轮的第二轮的下午，刚刚是剩一个。OK， 好。嗯，狗把头弄断。对啊，这么厉害，狗狗的杂耍竟然到这么精湛的地方。不行啊！这样很亏耶，因为那个咖啡色那么高，一定要想办法拉低它的分数。我们要选咖啡色，然后选一分。嗯，这样自己好像输很惨。嗯，算了，这种白色的事情还是不要做好了。做好了，我也好了。来，三枚，你怎么每次都出五枚？我高兴。耶，我先。行，这期。刚好是味全，黑心味全，现在已经买大送送了，买大送送，对，买大送送。我们现在目前在期待，之前还有那个送一条布丁，现在已经期待什么时候开始送 iPhone， 还是没有 iPhone 没有关系，我们再等今天哦。一定要买，花一个。你买什么颜色？橘色啊。橘色，跟买，我看，跟买，哦，下一轮，啊，反正我也剩三枚，两枚，好，我先，现在橘色，哎，紫色不错，然后这个是咖啡色也不错，好，咖啡色，蓝色四分，哇，咖啡色，咖啡色。紫色，我支持你，紫色就对了，我支持你。你要你选的到时候放哪？我那么支持你，你居然调皮，调狗屁。那我先买，你要赢才是支持，输了就不是支持。拖后腿的时候到了，决定买橘色。拖后腿收到了，下一轮，下一轮。再开四张，五张，一二，这个都没有，三四五，要能赢才是支持，就扯后腿收。麻烦你，我怕你等下没有支持到我，扣死他，无敌你耶，头破大碎，什么？我想买它，橘色哦，赶快买，赶快买。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很酷。算了，他好像也没那么好。吴迪尼，嗯，没很看，好来，我好怕 Enter 最输。干嘛这样？橘色把你扣光是不是？我怕被他扣光。好看，四个，五个，三个，五个先。我想一下，我是最后一个。四分要让给我了，你选三分就好。我最输你就虚了。
对吧？我也是啊，我也有咖啡色。我要不要选这张紫色？我亮，我选紫色。你选紫色。你猜多少钱？让我亮。啊，那我选这个。又是橘色。选红色。你选红色。哎，小火锅，好，下一轮，两枚先，好，都是橘色，看我好怕你说，不会啊，我橘色不会影响你，我有一张，才一张而已，而且我不一定会，我没好多橘色，你已经十了哦，我十了、啊，怎么了？哇。我两枚，我也是两枚。谁先？先星星最少，星星最大先。这蛮多的。我应该会输吧？我可能要想办法。要先选。我想要扣，没有他，哎、欸，我三颗星哦。我四颗。OK OK， 我先选，我可能要扣一下粉红色的分数。没有咖啡色可以选，扣粉红色的好了。哦，好惨的，像有可能就是专门要锁定要扯我后腿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看起来就是针对我啊。我们展示一下你剩余的钱，三枚、四枚、五枚、五枚先。八分有用吗？没有。八分有用吗？不知道啊。有吧？两次哎、欸。七八九九十七，会被你扯后腿。四，他会先选。四四。八八二十六十七十七有用哦，会来个八，十七有用哦，真的吗？真的会有用的，十二十七，你是十二而已吗？十二，他十二，你也十二啊？那不一定，我输啦，你们十八，我才十七，我可以选十九，我现在十哦，你可以选到十九。我选这个就是，他选绿色的是，我觉得是十八，八颗是，我现在十二，啊，你就决定权在小胡身上，看他扯谁后腿哦。真的，那就是选咖啡色就对啦，玩死啊！没有咖啡色了，没有咖啡色可以选，还好你紫色很少。我应该如果要选就选红色。八颗，三十二。那就我等你们选，我选剩下的，好吧？我想要选第一名，我要当第一名。第一名，我想要当第一名，看你选。那我就选第一名。蓝色四个，哦，有的加了。对啊，有时候加一些。好，算分。喂，有没有五种的？没有。我缺一种。你有两个一样就不可能。好，来算分。八九十十八十七十九，然后十九可以拿到四颗星，十六，来先掉出来，十九可以拿到四颗星，然后你多少？十八，你换你是三颗星，十七，十六的玩家请把最后最低的那张移出，紫色的，好，那由公众支持度最高的人先调整，绿色。两次，一二三，一二，然后蓝色跳四次，四次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，一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红色跳，红色加三次，三次哦，三次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一，然后小张一，咖啡色，咖啡色一，一二三，啊，我是二吗？什么？咖啡都没有跳回来。好，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好了，由这次演出最华丽的失败，你要挑哪一个？你请到哪个？咖啡色两掉两次，一次，两次，然后绿色的一个，绿色一个，一个，红色两个，红色两个，一二三，一二。蓝色跟橘色，那个是之前的药吗？药，之前的蓝色跟橘色各两个，蓝色两个，一二三，一二，橘色两个，一一，你这对啊，这边他刚刚也算了，好，算分，蓝绿色，我有
我有两个，我有一个，两个绿色，两个，一个两分，十分，一二三四，我两分，咖啡色，等一下，我的两分，绿色，是两分，好，绿色两分，然后咖啡色，所以那个巨星也算，那什么？明星也算，也算，也算，咖啡色我两个，我也两个，所以你也跳两分，我也是两分，你刚跳了。哦，没有，他刚刚是跳红，我刚刚跳绿，对，绿的，他刚刚跳绿的，所以你现在再跳两分，两个，然后我也有一个，我没有，跳一分吗？跳绿，那就跳绿这个。OK， 好，那再来蓝色，蓝色我两，哇，四个，四个跳四八分，哦，八分嘞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搞完了，搞完了，四分。二三四，我没有啊，好惨啊！还有什么？紫色，没有紫色，我有两个，我没有紫色，没有紫色，我跳四个，有点低。红色，红色两个，红色我有三个，我有三个，两个吗？两个先，四分，一二三四，那你我有三个，三个六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我有三个，三个六分，哎，三个九六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红色我有一个，对，这个都选过，刚跳过，哦，橘色，橘色两个，我有三个，一二三，两个，一二，没有，橘色我有三，一二三四五我有五个，一二三四。耶！哦，蓝色的算了，算了，算过。那我刚刚蓝色的好像没有加。好，没关系，你蓝色几个？蓝色两。我刚刚一开始就，我是先从绿色，然后咖啡色，哦，橘色，然后蓝色。好，就这样结束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啊，他不想录了，他想玩游戏，随便，玩不下去，随便啊。没有，我们玩玩，有玩就好，会玩就好，教学。OK。对，想要知道分数吗？不可能。对，下个游戏拿出来，下个游戏拿出来。我都躺在那边等了。睡你的觉，去睡你的觉。这有点难呢、欸，蛮难。这一款吗？对啊，其实蛮难的哦。这是投资的有点难。就是我觉得在算的时候，你很怕其他家，应该都被影响吗？而且人越多越难算哎、欸，哇、啊，其实蛮难算的。你要考虑，算蛮难算，真的很难算。你要先看场上有什么，再看别人手上有什么，再看你手上有什么，然后还要看他的荣耀殿堂里有什么，然后最后还要再算这个东西有什么。他当初集资为什么会失败呢？这怎么难成这样子啊？这太难了吧？我觉得应该是太难的关系。会吗？我觉得应该是太难的关系。要不要动大脑吗？这很难哎、欸，这你就看这有够难的哎、欸！我就是看哪一个很可爱，我就买哪一个。这太难了吧！太喜欢的买什么东西？他说这个很难，我说不会，不要动大脑，我们还 OK 啊，还走。这是哪里 OK？ 请问一下你哪里 OK？ 就看哪一个很可爱，就买哪一个。我不想跟别人聊天。应该是说难也难，说普通也普通。因为我刚刚那一轮，我说好不容易拿到一个第一名，然后突然往前追很多，没有拿到的话继续玩啥的。如果你拿到第一名跟我一样，我就会追很多、啊，还怕被人家扯后腿，太好笑了。我刚刚玩到后面，哎，橘色有多害怕 Eric 输掉？对，我刚刚还跟我一样，我刚刚还在算谁分数最低。这个问题是谁分数最低，不要买跟他一样。玩到后面还要算，不只是算谁分数高，要算谁分数低。主要是很难啊！这什么奇怪的游戏啊？很难，错啊！还要算低分的，因为会被低分的会被折到嘴啊！菜，错啊！我觉得还蛮奇妙的游戏。对，最好玩的游戏不就是你摸不透它怎么玩吗、啊？嗯，我不知道，躺在这边是不是躺着？是不是你睡你的觉，慢躺。